安大略省是枫叶之国加拿大经济最发达的省份， GDP 一直占全加拿大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或以上，而多伦多作为安省以至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以及经济中心，奇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、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以及高度发达的科技，成就了多伦多在加拿大以及世界的重要地位。多伦多的低犯罪率、洁净的环境、高生活水平以及对多样文化的包容性，令该市被多个经济学智囊团列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。优越地理环境成就黄金地带。2016年第一个在多伦多市中心炙手可热的投资新机会，一个多阶段式发展大型地产项目88 North 即将隆重登场。88 North 由著名加拿大本地发展商 St. Thomas Developments 一手兴建及打造，地处多伦多市中心 Queen 及 Yonge 超级繁华地段，有别于其他普通柏文大厦，88 North 将会是整个街区范围的地产项目，集多建筑以及多用途发展于一身，不但拥有住宅大厦，还将会设有公园、酒店以及包含咖啡馆、餐厅和商店的国际美食街，势必成为一个多元繁华的炽热生活社区。这里亦将会成为多伦多市中心繁华地段最后一个建成的生活社区。作为多伦多艺术时尚区的 Queen 皇后街是市内最著名的购物街之一，街道布满一间间设计感十足的特色时装店以及各种美食餐厅、露天咖啡店、酒吧、画廊、古董店等等，飲食娱乐一应俱全，人流昌旺，车水马龙，令人感觉悠闲繁华，并且别具异国风情。皇后街更加连接周边繁华地段，例如卑街金融区、主干道央街等等，是多伦多最重要的交通枢纽。而88 North 所处的具体位置就在 Queen 街以东，皇中大径交通四通八达，步行三分钟即可到达圣米高医院、圣罗伦斯市场，步行五分钟即可到达世界名列前茅的 Ryerson 大学和多伦多大学，而距离市内最大型购物中心 Eaton Center 以及多伦多地标弥敦菲立广场亦只是举步之遥。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，88 North 更是比邻 Yonge 地铁站和多伦多联合车站，可以直接乘坐轻铁、地铁以及火车等等接驳至多伦多以至加拿大各个地点。而享有加拿大华尔街之称的 Bay Street 金融核心区、加拿大五大银行总部、各大保险公司以及证券交易中心等的金融机构，同样在88 North 的步行范围之内。根据加拿大权威地产机构分析，88 North 的步行指数高达98分，而交通指数更加是获得100分满分，周边的生活配套齐全，绝对是崇尚都市生活的中产阶层理想居所。地理位置方便，名校众多，生活、工作、娱乐服务设施一应俱全，88 North 必定成为吸引学生、白领、医务人员等对生活有追求的人士购买自住又或者是投资的理想居所。而即将兴建的多元生活社区，作为多伦多市中心最后一个兴建的购物娱乐生活社区，更显珍贵。由此可见，该地段的租赁需求活跃旺盛，具有庞大的升值潜力，同时抗风险能力强，是最佳的投资首选。设施齐全，专享豪华生活。88 North 住宅大厦是第一个以阶段式发展的豪华柏文大厦，其外观设计时尚简约，室内设施齐全，拥有气派的大堂、尊贵的住客会所，包括室外游泳池、阳光露台、宴会厅、室外烧烤场、餐厅、吧台、大型健身中心、舞蹈瑜伽室等等，一应俱全。单位内以简约现代化装潢为主，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设计师的匠心独运。从客厅、卧室到厨房、浴室，都由专业设计师亲自精心打造，务求做到简约而且精致。88 North 由本地著名开发商 St. Thomas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，迅速在房地产业内建立良好的口碑，凭着卓越的品质以及无与伦比的设计，在多伦多地区完成了多个地产发展项目。
88 North 将会是2016年最受瞩目的地产项目之一，将来必定成为黄金地段中的最优保地及社区，具备极高的升值潜力，是投资者的不二选择。